暗时吼，宜萱喊爸爸要来厝内底食饭。嗯，咱哦爱加开讲，该不用感情啦。我感觉宜萱爸爸哦，人故意故意，应该袂歹斗阵啦吼。啊，咱信达都自细汉哦，都拢免咱烦恼。你无看人家己敬我，敬到这个安尼遮体贴。啊，我甲看吼，像你讲的啦，啊，亲家应该是，这人我那袂歹斗阵啦。信达是免咱烦恼啦，不过应该啦，雷关啦，我是来借钞还的。我看阿永俊甲杜伟伟的代志吼，无遐尼好收尾啦。咱内关一定是会足艰苦的。来，你来坐坐。啊，你若要讲咱内关吼，这查某囡仔，咱也教了伤乖去啊。你无看安尼，即马家己翁拄着代志，伊嘛无法度处理。咱做事大人的哦，是用个鼓励尔，上好咱莫共插嘴。我有可能无插嘴啊，我是袂堪你我的查某囝安尼互欺负啦。你即口永俊若无好好甲我处理吼，我是会替你管该驾驶啊。哎呦，顶要出头呢，哪搞？卖啦，上好卖共插啦。你甲想看嘛，当当时咱两个嘛是安尼全大事了了，啊是安怎咱有法度安尼手牵手？啊，甲这个家维持到这阵，迄就是当当时吼，拢无人踮边啊插嘴啦。所以有当时啊吼，迄事实啦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，啊做事大小有时安尼，叫做臭耳人，啊甲伊搞，安尼吼，代志才会愈复愈复杂。哎，你讲了真轻松的哈，你到时阵哦。你的查某囝呢？你唯一的查某囝呢？哪方欺负哦？唔知上个星跳出来怕人哦？我，无可能啦。无可能。但我有四个后生，啊，四个后生出名头，那就唔到我啦。讲到四个后生哦，啊欢喜，啊嘛烦恼。你也看嘛，迄信达有呢，啊结婚，敢用个大户口？嘛是爱娶当个厝大，啊，信达了换英凯，英凯结婚嘛是爱娶当个厝大，还佫有四宝嘞。啊，厝内面敢大个咯？啊，想死到才拍算哦。你还无想到讲，因哦，迄生个囡仔，会咱个孙哦，若规大丁，到时阵食饭哦，是爱开两道哦。哦，啊，唔敢当咧做兵嘞。做你较奇啊尔，哎，绍兴答应爸爸妈妈来搞咩？刘先生、刘太太，先生，你来。啊，囡仔，叫你到底来？哦，无啦，啊，阮头家就讲要找绍兴达，一挂话要甲讲啦。啊，拄好调那队哩，还是爱咧兴达刚有咧厝哩。哦，啊，阮兴达伫无闲，所以无伫咧啦。哦，这无拄好，啊，无然后再来交流。交给你，阮无伫啦。刘先生、刘太太，本来我是来找兴达，啊，不过既然双方的家长都伫诶。我甲恁讲嘛是同款。赵太太，其实你要讲啥吼，我心肝底拢知知啦，歹势啦，啊，这都无遐大个代志。既然你拢知影，我想要讲啥，我就直接讲。当初信达情绪甲我挂保证，讲伊会照顾小金，一直到伊学完为止。啊，不过今仔，伊唔若放小金唔管，甚至偷偷要甲宜萱结婚，请问，安尼敢算是有互阮交代？赵太太，阮是但毋是偷偷结婚的，因要结婚的代志拢甲小青讲的。啊，话去讲倒转来，结婚还结婚，啊照顾还照顾，啊人伊嘛有答应讲结婚了后，两个人要斗阵照顾小青，伊并无讲要娶伊啊，
都算伊无讲。啊，不过小金是为了被救信达，才会受伤。不管安怎，信达对小金都有道义上的责任。而且，伊明明知影小金介意，却伫这个时阵要结婚，伊安尼做，伊是调到要让小金痛苦。九太太，阮真正足感激哦，小金安尼保护信达啦。不过，阮信达一开始就介意宜萱啊，爱两个要结婚，甲这超一点仔关系嘛拢无，袂当安尼常常做伙讲啦。阿母，你讲了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我是爱信达，才有伊付出这样子。无唔对，即马我的行动不方便，啊，不过我将来一定会做一个好太太。想办法，让信达更加好的未来，还佫有前途。你若是真正有伊好，就应该爱靠肯伊，留伫我的身躯边。小小姐，阮信达哦，无咧好去接受你的感情啦。啊，恁无法度做翁仔某哦，表示讲恁都无迄个缘，啊，无迄个缘分哦，咱就莫勉强啦。啊，你条件遮尼好，我相信哦。一定有真好真好的人，也会当好我疼惜。阿伯，莫讲这些话来应付我。你敢知影，我为着信达牺牲偌济？阿是讲，你想要看清楚？等恁看清楚了后，再来跟我讲，信达唔免对我负责任。小金。我为着信达变到安尼啊，啊！不过我相信，我一定有法度搁站起来。我即马干那求你，我信达留伫我的身躯边，帮助我重新站起来。我一定会拼死拼活起来，做恁中间身躯的。小金，小金，你们还得要坚持好不？扶你起来啦！只有信达留在我的身躯边，我才有迄个勇气面对我家己的人生。我拜托你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你跟我斗三工好不好？我拜托你。小金的答，我跟你来，小金。不行。要甲医生结婚，
当恁这个小姐，因为阮都认定你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人。小姐，等等。赵新达，我真感谢你对阮以前的好意。不过若是安尼，贵州董事长、头家娘甲小姐，我就对不起因了。不过既然已经对不起啊，这个罪过，就我家己一个来承担。只要你让我多对阮以前好，好好照顾，可以幸福，可以快快乐乐。安尼，就算讲这个罪过，我当归死人，我也甘愿。